民间故事会，邓伦是亿万女生的偶像。那么这个偶像，他有没有偶像？他偶像是谁呢？比他大10岁，我就不告诉你，他的偶像是张韶涵。张韶涵，哎，邓伦自己在也说过，他喜欢张韶涵。那么张韶涵有一次还真幸运，跟邓伦一起在综艺节目同台了。大家再看邓伦，哎呦，那个小眼神，那个小嘴巴，哎呦，太兴奋了。而且在后台他还发了张自拍，跟张韶涵的自拍发了微博，说哎呦今天太兴奋了，跟女神同台。下边网友就评论说，邓伦，你的女神比你大10岁哟、哦、你怎么可能喜欢她呢？喜欢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人呢？哎，可能网友们有所不知，因为邓伦在青春年少的时候，懵懂刚刚进入青春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张韶涵的歌火了，可那首歌就打动了邓伦。张韶涵最近也复出之后啊，也一直专心做自己的音乐，而邓伦呢现在火得一塌糊涂。甭管怎么说吧，人家邓伦喜欢张韶涵，我们就眼巴巴的看着吧。各位，您觉得他俩像不像 CP 啊？配不配啊？杨紫应该怎么看这个事儿呢？